坦白哥抱抱又来了，声乐霸热舞妈花式催婚，靠儿单身两年，吸粉1250万人。楼上老陈、老刘、老王的孩子结婚了，我们都要生子了，生子回家爷爷了，但是我的儿子孩子回家家里口交织，就是不出去找女朋友。是绰号周云吞的32岁广东青年被爸妈割据是嘲笑单身狗的短片，你应该不陌生吧。云吞他爹是中国广东韶关学院的声乐老师，凭唱歌骂儿子爆红，舞蹈底子深厚的老妈琼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时常参战呢、你那对象都没有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相信一定有人会等着我的。杨王爷啊，恭喜晒我白头神，记得俺加上总是长进制造罐头笑声的妹妹，一家四口靠单身狗收服1250万粉丝，业配接不完呢、发达后催婚歌舞编制变大，该不会最后上春晚吧。教你怎么唱高音。事实上呢，周云吞也并非烂泥扶不上墙，只是恋爱了、结婚了，就少了这些字句诛心却欢乐无极的好戏了吧。他就是他，是他就是他，没人要你傻傻瓜，叫他相亲他不去，给他介绍他不要，赶上他都不开心，他是病也没。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颖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魏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郑欣宜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卓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豹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！